由澳门大龙凤曲艺会主办，粤港澳大湾区粤剧粤曲文化协会协办的大湾区粤澳粤剧粤曲少年英才交流演出，30日下午在澳门永乐戏院举行，安排专澳近70位3岁至12岁青少年轮番上台献演，各展实力，观众反应远超预期。澳门大龙凤曲艺会会长兼演出总策划陈慕莲表示，安排青少年粤剧精英登台表演属首次，当中10多名澳门小朋友同台演出尽显功架，获导师们赞许，明年再办交流演出，争取更多专澳孩子同台演出。粤港澳大湾区粤剧粤曲文化协会副理事长、迪山青少年粤剧团专业导师梁燕赞赏称，安排多名珠澳小朋友轮番上台表演属创新尝试，给予观众新鲜感。从整体表演水平而言，效果不俗。通过参演粤剧，进一步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传承推广粤剧非遗文化。